你知道白天做梦的感觉吗？有一种女人，她就像一块藏在石头深处的那么一块玉。你的梦想的家已经被你给毁了，你到底嫁给谁？你说，为什么老是牺牲你？这不公平！ 我喜欢狼走千里吃肉，任何较真的对手都是我们嘴里的一块肉。一点一滴，凝聚非凡的剧力。Now 海润堂1月16号隆重启播。